Go, my team.可是这个打起来感觉我们会输欸，五个集体打起来感觉他们比较糟欸。好，要一触即发了吗？战况一触即发。 哇，那也干，好可惜哦，我也拉到了。但以为中了，可惜可惜。我在想，我要先搬雷哥还是先搬下路？ 应该都行，我们走过去就死了。好，别把晚餐吐出来，开个玩笑。嗯。哎，别把我挂完了，挂完就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 没有看到，原本更有机会。 他晕我，我奇怪为什么飘没有一没有打起来，他应该可以这样蹦把他揍起来，可是没有中。哇，三龙要被逮捕了。NONAGL，哇，梦姐谢谢订阅。完了，我觉得三要死了，三应该死了。再见，雷哥。哎，没有哎。 帮帮他！刚如果雷克萨是直接往上靠的话，他可能会死。哦 ，nice， 漂亮！哦，他们这边 fail 了，不过我也被看到了，刚没打掉。 哎、欸，靠背，干他还有一，没有一，我刚刚拍一把环道，再普攻一下那个，啊，找了个同伞啊。 有没有北美的闪现又这样闪的？我学的不错。干啊！干耍废了，中了可以杀他、欸。
可以跑掉。 杀个山路啊！哎，那个要跳山吗？还跳中？凯尔不见了。嗯，凯尔不见哎。蹦，这贝特不错。 感觉真的要上去帮个雷哥，他这波 gank 他没撞到东西啊，等等我就来啦，雷哥。嘴巴上说去搬，嘴巴上说搬山路，但下路打起来。 我血好少、哦，三打三我们就爆、啊，心爆技能，爆你老母！然后雷克他在上，哎、欸，干嘛哥、啊？ 感觉有眼呢，有眼吗？他们好乖哦！哎，干，被发现了，走了走了，假装走了，其实我是要回来再一次。 加油啊，飘飘儿！追不到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蹲到这个，我觉得一定有机会。不行，没蹲到我不走，没蹲到我不走，坐车飘飘 ，nice 飘飘，抱歉，我也走好了。 拜。 这地方不是我该待的，我要走了。这地方不好玩，我去杀个中路好了。
上没上。就我一走下我就出事了。等下我是柯南吗？你要不要去别路啊？希望别路啊！啊，飘飘被赶走了，超好笑。你要不要去？直接被赶走。好，踩掉。死去。我猜是飞鸿，我觉得我遇到人了，我觉得我遇到雷克萨了。我没有遇到，非常的安全。来吧，火龙。好，火龙没有。我扛，我扛，我扛，我扛。OK， 极限拉掉，三杀，漂亮。哦，这边，哇，好痛哦！我靠，这没有伤害，拍电影的伤害。哎，哦，真的。我不是故意要尾的，我是想做点输出哦，哪招就捡到了。你好神，能不能夸啊？一夸就送了。完美空鱼，哦，干再都换掉，飞射也太痛了。好，来，剩700滴照样杀，700滴没补砖，照打照打。你干嘛飘飘？找到我就回家了。啊，走了。五个 main 路了，因为遇到我啊，真的哦！没有石头长被超飞，可是凯尔打雷哥，雷哥上路超好打开了，除非凯尔在上路真的是被雷哥超假的，真的是被超假的。干好会扭，怎么会是爷爷？安安。飞子救我啊！飞子你没来，我不要爷爷，别走开，靠边，不要爷爷，
走开啦！我不要，耶耶！拜！你干嘛，爷爷？我吸，我吸回来。我等一下，我冷静，冷静。好。看他好会追哦，吓死我了。还好我吸血，刚我也往死，笑死，靠背，我，我刚才不能打全屏，因为我忘了开了，哦，我看不到这个显示是我们聊天频道，忘了打开，应该狙了这场，这样走他们上路爆害场。五个 main 路就哦，看这个哇！我、哦、干好痛哦，太扯了吧这伤害，拍电影。看来这两个要死了，石龙啊，对哦，石龙现在有 6% 攻击力，很重要啊。飘飘要送了，飘飘要屌送，别送了飘飘。我要飘，哇，飘飘牙这是个贝特啊！给盾！他那也是死去了。你不要甩我！这个还不走还不走走了。中路，中路，我操！看到人了。他不对，他不对，最送那种。快逃啊！不要耶，你不要来喽，你够喽！好，我们逃远一点，等等被耶耶背他。火龙宗。飞是带雷神，雷神感觉现在好像大家都很喜欢带雷神，这个啊，这个雷神律令感觉好像是最很屌的一个天赋。他打三下会有额外伤害啊，那三下还蛮痛的。完了完了，这应该死去了。然后变脚闪。
我有机会，靠背，干那个，那我觉得不要杀了直接，感觉你们看到那个传送的，想跑不给跑，抱歉，我还忘了害队友死了，还好。是个铜上，不要怀疑，就是个铜上。然后这个，哇，痛痛！我腰虚哦，这么痛！我操，屌逆转啊，这个送！死光啦！不需要我的点。你们要是不是带我们逆转呢？我操！哇，真的要被逆转了，这真的是被逆转的节奏啊！啊，他们应该就够了，我去其他地方吧。我操！这么美哦！想干嘛？想干什么？想干嘛？你们真以为 Wins 会这么容易让你们吃这条巴龙？不可能！想吃巴龙，赔上你们的命吧！我觉得要送了。哇！我偷个霸王，这边直接投降了。